信不信我把他供出去。他叫什么？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呢争取一下帮你少判个几年，愿意给你老娘松口。你阴我。他让我叫他穆先生。这个穆先生很可能就是和王大志联手实施盗窃的人。也就是说你刚刚测算秦秀文的身高不是他14年前实际的身高。这是违规。案件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查，没有结果也是结果。如果这事儿真的跟秦叔叔有关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这个人呀要择善固执，不能因为那些不确定的事影响自己的生活。特征重合率65%，虽然这个结果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，但秦秀文应该是目前为止最值得怀疑的人。你跟我说这些就是想说你和国保安没有关系是吧？看看这个你就知道了。东西给了？给了。我应该是暴露了。我为什么要现在停止工作啊？瓶子我拿走，今晚就没你事儿了。小勇你听我说，这是条不归路啊，咱们兄弟一场，你不能逼我做错事啊。少废话，我拿不到东西你觉得你出得了这个门吗？只要找到穆先生还有背后那个走私集团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我劝过他，但他已经回不了头了。这个奖章啊是爸爸工作表现不错奖励给爸爸的，等我再见到他，他就已经死了。